麻辣的牛骨髓。这牛骨髓啊，一定要吃麻辣口味的，麻辣鲜香，一点都不腻。这个大，香啊！又来吃原油大骨髓了，哇！这里边爆扣啊，四圈得勾一下子，要不然下不来。牛骨髓呀，姐妹们，哎呀妈，上头，一口上头，妈妈，这块这块太爽了，这块你看，妈爷呀，
你看这块，妈爷呀，刚刚硬。哎呦妈！好油，好香，好好吃，来吧。嫩嫩牛骨髓，香。用这个卤料包去卤的，这个19.9发40包。平常时卤肉炖菜，像什么炖排骨啊、鸡呀、鸭、鱼肉都可以放这个卤料包的。它里面是调制好的，就花椒、八角、大料那些。哟，这个缩了这么一点。烤油锅炖的，有的它就很满，有的它就会缩起来，不能炖久了，炖久了它就缩了。
牛骨髓。